下来，下来！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不要你管我！哎哎，姐！哎呀，姐！姐！王总，姐！怎么回事？亲爱的，还跟自己较劲呢？老爷那么一说呀，那是他放不下自己的尊严，说不让你去看当当，那肯定是气话。再说了，当初你们为什么离婚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吧？他要这点都想不明白，你这婚就离对了。我也想通了，我把那一半家产还给他。你可得了吧，你把家产一还给他，立马就被那帮讨债的给瓜分了去，那不便宜了外人了吗？那债也得还呢，那就让老爷慢慢还呗。你呀，别看老爷一头扎在民工堆里就心疼得不得了，背着人家那是卧薪尝胆，指不定哪天就昂首阔步起来了。所以呀，你现在千万别冲动。哎，西门姐，我姐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好多了。哎，吴迪，昨天跟你说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就你和艾米的事儿啊。啊，这事儿啊，你说我姐能同意吗？你管她干嘛呀？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没有？也不是没想过，就是。吴迪，幸福可在一念之间，要好好把握。嗯，行，听你的。金曼姐，在你的一手策划之下，我姐激烈无退，保全了幸福。现在你又为了我的幸福，把我推向了爱的漩涡。说我们姐俩怎么感谢你啊？请我吃大餐吧。行，没问题。赶紧去吧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萌萌，到我办公室一下。是。部长，物价表已经做出来了。把这个礼拜的销售记录给我。已经发到您邮箱里了。简单汇报一下。上个礼拜的平均水平属于是。稍等。喂。你好，贺总。什么？文件三天前我就已经寄了，昨天你就应该收到了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查一下。给贺总的文件为什么还没有寄到？早就已经递出去了。可贺总说他根本没有收到，你赶快查一下。是。老板，给我放进来。哎，老爷，我都。哎，那你过来一下来。哎，李经理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实在对不起，我们觉得吧，你这年龄有点偏大，不太适合我这么公司。不，李经理，我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他们能干的我全能干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但你这年龄啊，确实有点偏大。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开3个月的工资。不是李经理，你要觉得我哪儿干的不好。行行行，你别说了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用什么人啊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沈丹，哎，带严师傅去财务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老爷，你能告诉我一下，你一天到晚的我戴着帽子还胡子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烦我这张脸，又没钱整了。Thank you.
喂，罗妈，有事儿。二舅，我上次给你的那份文件，你到底给递了没有？我递了。你到底是递哪儿去了呀？我刚刚给你们公司已经打过电话了，说根本就没有那份文件的快递记录。不可能啊，二舅真递了。二舅，我早就给你说过了，这份文件很重要，要是丢了的话，那可是几千万的损失。嬷嬷，你别吓二舅啊！你这样，你别慌，我二舅好好想想，一会儿打给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一千万的急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来个几千万的，腻了呀！收废品大哥，喂，萌萌，那个舅舅想起来了，舅舅不是跟人撞了一下车吗？肯定是落在那个收废品的车上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你别慌啊，再给舅舅点时间。我肯定能找他，找到他之后，我打飞机直接给你送到上海去啊！舅舅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把文件找回来。这上哪儿找去？废品收购站。对呀。快递的事情问的怎么样了？正在找。谁在找？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。我已经核实过了，他确实是顺丰快递的。不要跟我解释过程，我只要结果。明天下午3点，贺总跟沙尔贝尔公司谈判。如果没有这份文件，他就无法用准确的数据跟人说话。那份文件是我3天前公寓突然断电，林业手写整理出来的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拷贝。部长，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今天晚上我还要见一个客户，等见完之后，我再连夜整理出来一份。无论如何，在明天下午2点之前，必须将数据传给贺总。我们只有奔着结果努力了。如果谈判失败，我想你可以离开公司了。他们家知道是吧？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大哥，那个对不起，我想找一个人，一个是那个收废品的一个老大爷，应该是50-60岁，脸长长的，有点胡茬，头发有点谢顶。你说的是不是老王啊？大长脸对吧？啊，对对对。
送快递真够新鲜的，这要北京上海飞个往返的，这些日子你不白忙活了吗？你白忙活了那就活该，谁让是我惹的祸呢？我要不把这赶紧给萌萌送去，他就得给炒鱿鱼。看你这样子到上海啊，小心把你当成乞丐给收容了。乞丐正好，饭辙有人管了，回来票还被我买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当当你看着点啊。哎，还有上车上别再跟我唠叨了，让我睡一会儿。哎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喂，贺总。新世纪的保险业。文件马上传过去，请您接收一下。什么？文件已经有人给你送过去了？半个小时前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像是一大早从北京专程飞来的。坐飞机？我二舅。对不起。那好，贺总，祝您谈判顺利，再见。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是你二舅。部长，您看文件还传吗？不用了。讨厌的家伙，耽误你的时间。今天是周几？周日。请你不要用这种充满杀伤力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吗？我希望充满的更多是真诚。我要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是有人在等着你的。不管什么地方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反正你知道，总会有那么一个。无敌，这话是你说的吗？不是，是张爱玲姐姐说出我此刻的心声了。艾米，愿意陪我一起看花瓣雨吗？什么雨？你看那里。被浪漫迷住双眼了吧？不是，我眼睛好疼。哟，我这花瓣用香水泡过的，你不会过敏吧？你干嘛用香水泡啊？还不是为了花瓣更香吗？浪费我姐半瓶香水呢。你讨厌。要不用清水冲下去。走。来，小心。慢点。疼死了。
说我们一会儿去哪儿玩好呢？反正你老爸也不能陪你过周末了，你以后就跟着姐姐混吧。嗯，我们去游戏厅玩行吗？老大，我不想再玩游戏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老说你自己游戏水平无人能敌吗？咱比试比试呗。嗯，等等，等等我。哇，真漂亮，我喜欢这把琴。个十百千，20000多呢，太贵了吧？都能买一辆二手小汽车了。等等，去哪儿？等等，别跑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你要这样我就生气了啊。赵所怎么回事啊？月圆姐姐，你能不能借我100块钱啊？100块钱？要100块钱干什么呀？上次我好心好意借你50块钱让你打车回家，你倒好，在外面摆起了小地摊，我还以为你弄丢了呢，害得我被我爸狠狠地训了一顿。对不起，这次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你要100块钱干什么呀？又要打小地摊？不是，还是你看上你们班里的小女生了，偷偷给俺买礼物。没气儿，我就算了。哎，你这个小不点，我对你那么好，却什么事都不告诉我，看我以后还理你吗？切！梅艳姐姐，我想把我的大号赎回来。大号？哦，就刚才看见的那个大号。可是我的压岁钱只剩500块了。不用了，圆圆姐姐，我要100就够了。哎，这些事情能不能不告诉我爸爸呀？嗯，行，走吧。等等，捡瓶子干什么呀？这一个瓶子值1毛钱呢。等等。姐姐以后的偶像就是你，不再是周杰伦了。走吧，慢点事儿就可以做了，别噎着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昨天啊，我翻了一宿的垃圾，飞了一趟上海，我都给你取消的准备。现在真有点撑不住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能吃上一整昆仑。二舅，我昨天不应该在电话里跟您着急，您生气了吧？嗯，我生你气干嘛呀？本来就是我的错。哎，我估计啊，这史上能干出这种糗事的这个快递员，估计你二舅我独一份。为这事儿，你们那个双博部长是不是跟你又发飙了？就说了几句，没什么事儿。我们白部长也为了重新整理数据，整整一晚上没睡。真的？嘿。合着我在这辛苦捡垃圾，他那忙着补仓，我早知道就应该把他叫出来跟我一块捡垃圾。行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赶紧吃吧。哎，对了，妈妈，你看你们公司那有什么活儿，你帮我找找。我那个邮递员的工作也丢了，那个送奶的活也没了。那种活你早就不应该干了。哦，二舅，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招业务经理，要不你到我们公司来吧，就凭您的资历。用不了半年，混到管理层绝对没有问题。哎，什么经理啊、高管这样的活儿，我现在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现在就想找一个特普通劳动人民干的活儿，什么保安、保洁什么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是干什么？我说真的，我原来老当老总没觉得，我觉得当普通劳动人民多舒服啊，不用动那么脑子，不用互相算计、勾心斗角。当老总太累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我再去。拉几个活，你在这慢慢吃。你还拉什么黑活啊？您都一晚上没睡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去吧。没事，我在车上都已经补了觉了，不碍事。行吧。哦，这是我给当当买的一些吃的，还有几件衣服，也不知道合不合适。真好，真好。二舅，这些钱你先拿着用吧，您别每天把自己弄得那么累。干嘛呢，妈妈？你是不是觉得二舅养活不了自个儿了？不，二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打住！东西我收下，钱你拿回去啊。那好吧。
点汤。哦，汤不喝，我吃点沙拉。你也吃点，多吃点青菜。小红，看见无敌了吗？没看到。臭小子，又管我说。亲爱的，别打了，我已经替你准了无敌的假。你说什么？约会，幸福。嗯。心里话吗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受我气了。我区区一个灰小伙，哪有资格生你公主的气呀？你别这么说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就是想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，准确的说，就是想找一个能代替那个人的人。你真的认为我不够真心啊？不是的，无敌。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。我们都彼此给对方一点时间，好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无敌，你挺好的，真的。我和你在一起，特别开心。来，喝酒。你说在本市最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住一晚上得需要多少银子？不知道，怎么着也得几万两吧。那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啊？可以啊。真的？但不是现在。老头子走两年了，你说你男朋友都没有，就不寂寞了？我习惯了。再说，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不一样。我们男人有纯洁的，比如我就是。你很纯洁吗？要不要验证一下？好，无敌。啊？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哎，宝贝儿，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，我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就是跟你待在一起。对了，宝贝儿，咱不去你家，换个地儿成吗？为什么呀？我一去你家，看到老头照片，我就害怕。他怎么让你害怕了？你想啊，咱俩在那儿谈情说爱，他就凶巴巴的看着，多瘆人呢。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吧？我心里可没鬼，是你心里有鬼，有一个阴魂不散的老鬼。我不准你这么说他，我还就这么说了，怎么着吧？请你下车。我今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艾米，我是真心诚意跟你谈恋爱，可你呢，
还惦记着以前那个。你看你家里连床单被罩都舍不得换，你还希望他跟你回来人鬼情未了啊？再说了，我对你有想法怎么了？有想法就是有感觉，那是爱的表现。我可不是图你钱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说的伟大点，我是想拯救你。你不是一直指望别人来取代他吗？我今天晚上就取而代之了。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认真，好，我把身份证押给你，咱明儿就登记，等结了婚咱就换房子。我就不相信了，我陶迪年纪轻轻，除了没有钱，还抵不过一个死鬼老头。陶无敌，你认为你用这种方式就能代替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是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崩溃疗法，简单有效。好，你说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。总统套房。太没意思了，这样吧，还是我带你去一个很刺激的地方。好啊，去哪儿？怎么停这儿了？这大马路中央的，来个人来个车不全看见了，多不方便呀。这多刺激啊，你要是不敢那咱们就回去吧。不是不是，我敢我敢我敢。那你先脱。真在这儿啊？安全点儿地儿吧。你要不喜欢总统套房，那咱们就去健身房，要不游泳馆也成。我就喜欢这儿。亲爱的迪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忘掉一切。我必须要忘掉以前，我不想再阴魂不散了。总统套房，留在我们的新婚之夜，好吗？嗯。那也行。哎，你也脱啊。你先全脱了，我再脱。我都脱了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我害什么怕呀？我陶无敌字典里就没有害怕两个字儿。既然又无敌又敢脱，那你快点。成。好了，该你了。你先下车。我为什么先下车？你在这儿。我不好意思，再说车里那么小。嗯，好，我下去。你把头转过去嘛，不许偷看。不准回头。哎，拜拜。帮我追一下前面那个车。不行。不是，那你把我带到城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这城里你有钱吗？你从哪儿拿钱啊？你这整稀了，你这孩子简直是不像话。姐夫，我说谁那么熟啊？哎呦，可算遇见亲人了。开门，让我进去。开什么门啊？你先说你这怎么回事啊？玩裸奔呢？别提了，让人耍了都。说你一天到晚的那么不让人省心，什么稀罕事儿你都能碰上，你真是无敌了你！哎呀，别说了，快点开门。行，去城里也行，250块钱，我现在还要养当当，谁钱我也挣。
姐夫。谁是你姐夫？我，大爷。你骂谁？哎呀，我就算不是你小舅子，我总是当亲娘舅吧？芳芳没你这种亲娘舅。啊，伤风败俗还不想给钱。哎呀，姐夫你就别逗了。谁跟你逗？我走了。哎，姐夫，哎，姐夫，哎呀，姐夫，别看别看，我给你钱。250一分不能少啊。250，250，别看。安迪，你在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昨天晚上把我扒光了扔在荒郊野外，现在又把衣服贴着，你想干嘛？有的人。虽然已经死了，可是他留给我的是一生的美好回忆。有的人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想拯救我，可是昨天晚上他的行为，让他在我心里顿时化成了一具空壳。如果上床能挽救我的话，我又何苦等到你的出现？既然你把女人当衣服，那你又何必在乎多多几件？你有病！看什么看？滚！滚！韩无敌，你整天不好好工作，五迷三道的，你丢不丢人呢？你，我怎么丢人了？你想谈恋爱，就好好的认真谈一个，别在这鬼混。怎么鬼混了？我哪儿不认真呢？好，你是认真，不照样离吗？打我！我不干了！哎！啊，同学们，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我们再见，老师再见。哎，大家欢呼了，大家欢呼了，喝水了，喝水了。欢呼了，欢呼了，喝水了，喝水了。果果，今天你请客呀？店长，请客是我们请客，但是钱得你们掏。欢迎你们想喝水的时候就到我这儿买，好不好？请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！你看你们到外面也是买，到我这儿也是买，我这儿比别的地儿方便，是不是？说的有道理，给我来一瓶红茶吧。来，3块钱，一瓶红茶。我来一瓶红茶。批发点货，过不了多久，这大号就赎回来了。等等，你写什么呢？我呢，想再进一点橡皮、尺子，还有小刀。这样有同学丢三落四，咱们既可以帮他们，也可以挣钱。还有，等咱们挣了足够的本钱，我们可以雇几个别的班的同学，帮着人卖饮料。小人精，和你爸爸一样。姐夫，哎呀，姐夫，姐夫，开门！哎呀，无敌，你喝多了。姐夫，你怎么不在家呀你？家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去，就你这酒量还喝酒呢？你陪我喝点。你好，先生，是你啊？有事吗？态度很不友好啊！
哎，我还没退会呢，对待客人要有礼貌。平常你们陶总怎么要求你？去。哟，这谁呀？乔老师。嘿呦，几天不见又漂亮了，跳肚皮舞吧，我最在行。谢谢啊，这还真敢来啊！你不怕我们燕子再一巴掌把你给轰出去？话不能这么说吧，其实那只是一场误战，早就偃旗息鼓了。Yet。 那你来干嘛呀？当然是健身了，我还跳肚皮舞啊。反正你们陶总啊，没理由赶我走。燕儿呢？打个招呼。燕儿，有人来看你了。燕子。陶总，你好。看来我们陶总不太欢迎你啊。没赶我走，他就是欢迎我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在我们这健身馆健身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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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服务员，刷卡。这女人，姐夫，姐夫。这女人就没一个好东西，我跟你说，包括我姐在内，一会儿说我这个，一会儿说我那个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跟我一个亲妈生的。别瞎说啊，没药。哎呦呦呦，好了好了，喝点水，别喝多了胡说八道啊，一会儿连你姐连你妈都说上。那本来就是，跟我过不去的女人就都不是好东西了。行行行行，就你是好东西啊。那怎么没人把我脱光衣服扔在荒郊野外呢？你说我是吧？你挤得我，行，我不活了，我死了。行行行，你让我死得了。好了好了，别闹别闹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喝了不喝了，快快啊！哎呦，别再死了，我这一屁股债还没擦干净呢，我再弄一条人命，我下半辈子还活不活了？你想害死我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无敌，咱喝酒归喝酒，别胡闹啊！别怪别人，你想想你自个儿，一天到晚不正干的，是吧？不闹了，喝点水，明天姐夫还得找活干呢。哎呀呀，还喝酒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姐夫，没喝多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明天起我就跟你混了。西塞隆的，哎，不如我的朋友。哦，你们已经到一楼了。好的，上二楼，二楼有个咖啡厅，我们在那里见面。我想念你们啊！亚和，啊，对不起啊。你们好，先生，请问是要健身吗？本月办卡八折优惠。我们不办卡，我们找你们陶老板。陶总正上课呢，可能还得过会儿，要不你们先到这边等一下吧。更精彩。
从此不。